好的，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国际解说狗头池。你们总是问垃圾桶为什么每次一上就会输啊？我也觉得很奇怪。以前我是在这个视频网站上扒素材，然后发现垃圾桶怎么打都是输啊。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自己找素材了啊，然后我就发现啊，这垃圾桶呢，它在天梯上啊赢的是非常的多，但是一旦遇到有名一点的人啊，那叫十打九输啊，就没怎么赢过啊，非常可怜的一位兄弟啊。但是他打鸡的这个胜率呢又非常的彪悍，90%啊，那可能他就是街霸养鸡二厂的这个创办人，江湖人称鸡场屠夫啊。那今天屠夫要来杀狼了 ，Niskin 啊，很久不见的一位老兄，据说他最近在日本的线上赛上面表现的是非常的优秀啊。那今天这一场的话，我觉得他又要向垃圾桶发难了，对吧？垃圾桶只要遇上名人啊，你们也懂的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们来看回这个对局了，那狼王这边带的也是 VS2 啊。那我估计他们是狼群组织经过一波交流以后发现啊，可以用这个 VSR 来折磨他的对手来了啊，雷电法王刚刚折磨完垃圾桶，现在又换你狼王 Niskin 啊，那一换到这个 VSR 以后胜率奇高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是用在给对手的心理压力很大，对吧？他远距离在那边续 VS， 然后你这个垃圾桶就必须要做动作，你无论是跳还是要按攻击啊，都有可能会出现破绽。那如果说换成以前的话，垃圾桶这里什么都不干啊，你也威胁不到我，对吧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刚才就是被一波 VSR 带走了，那现在上来就是 VSR 拍一下，然后这边选择跳弱，完了，这一下指令头没有抓中，吃一套 TC VS 接上，然后开始蓄电，完了，就每次垃圾桶一看到这种蓄电以后，就会突然发狂啊，就很恼火，现在只要是个青狼就出来折磨他，一折磨他啊，我估计完了，在没多久之后他就有这个青狼 PTSD 了，对吧？看到了就开始浑身犯怵啊。好，这边是又是顶出来交出自己的 VT， 没有用，下中脚可以解掉这一手霸体。现在狼王这边也开始各种往后拉，这里吃到一个头锤，一波冲过去，指令头发兵了，完了冲了，直接给一个头锤，平了呀！这种时候什么贴脸头锤，下中拳撩起来，然后发现没撩中，游戏结束了。啊，这无能狂怒，对吧？就很怒，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啊。那现在到了第二局。你是跟这里开场先续个电啊，垃圾桶不甘示弱，吃点喝点，反正有什么弄点什么，对吧？一会儿好上路啊，毕竟要上电刑了，肯定是活不下来。一个中断命中，然后继续用重拳压制。这里是不想把距离拉太远，好的一个跳弱，一个头锤跟上一波，不敢再往前压了。对手这里没有资源，其实可以直接摁上去的，没事。EX 头锤直接抓掉一波 VS， 到外边，喂，这下没有投中，被对手跳开。一波 VS 击飞以后再续满，完了又开始痛苦的折磨了。现在狼王这边应该是要找机会开 VT， 完了直接想要滑铲开 V， 被对手的一个罐头命中了。垃圾桶有机会，重拳磨完，原地跳一下，这里能抓吗？直接选择前跳过去的，完了。玻璃这里血压不给动，狼王硬顶，这一下完了呀！他刚才应该是想要按 VT 取消的，结果拼到一个相杀，结果把自己的一格能量都交掉了，有点亏。那狼王这里是交代掉一灯。其实刚才那个出板还是一步妙招的，他如果顶到了对手没有频道相杀的话，他 VT 一换边，接下来受苦的肯定是垃圾桶。上来一个头锤直接过来前跳，还是想要过去拼一发，然后这里有点失去理智啊，不太妙。这 EX 彩虹滚出来，在一波 VS 接上再接一个滚，玩这种接法各式各样的，好像比 VS1 好用吧，我觉得很多莫名其妙的招都能接得上。再一波 VS 打中，又是一个滚蓄电，垃圾桶这里很着急，想要找机会，又被滚掉了。完了，这里就对空滚，对地滚，就来回滚。而这一下中拳一个对空，哇呀，好难受呀，好难受呀！你看着都觉得好心疼啊。曾经的这个天梯第一人，现在整天被搞电刑啊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我以为结束了。那垃圾桶从局面上来看，一直是被各种摁在地上摩擦啊，摩擦起电，但是他还是有亮过灯的，一灯带失。手上有满资源，上来就先一个头锤啊，不堪折磨，不堪折磨的人最后都会疯狂的交资源去晋升。这里我估计又要交了，看好，再一个 EX 头锤冲过去，直接用脸来摩擦地面啊！完了，对手也是用自己的背部摩擦地面，不甘示弱。彩虹滚一个头锤，两个人做了一个换边，又是顶倒在地拉开。这里其实就是想骗垃圾桶起跳了，他就是用这个 VS。那垃圾桶这里其实无非两个选项，一个是用 EX 的头锤直接往前顶，要么就是跳过去。那狼王这边就比较简单，要么就是出一个对空，要么就是用 VS 拍。两个人的博弈就只剩这一些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就只剩这么一些了。完了，这里已经开始失去理智了，用 EX 头锤，哇，好折磨这个对局。
真的，你如果说觉得伯迪很强，那我就建议你现在就拿出一首青狼，就马上教他做人，让他懂这个对局。完了，真的是简单快乐。拉远了，去电，你敢过来吗？过来我滚你。游戏结束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边了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